嘅心情啊嘛。你睇到我而家兩分。旺角山东街的瑞婆婆上个礼拜六惨遭南亚贼抢劫受伤，而警方星期二就有新进展，现正全力追缉一个年约40至45岁的南亚男人，身高约1.75至1.8米，中等身材，速短黑发同黑皮肤，案发嗰阵身穿深色衫同裤，警方呼吁市民同目击者提供资料。而瑞婆婆坦言被南亚贼抢劫之后留低阴影。咁你呢几日多咗南亚人犯案咧，你觉得点啊？唔系见，即系见到有，哦，即系唔系惊，见到有心怯咯。个心怯啊，即系见到佢哋会怯。怯咯。会唔会想个政府会话唔好俾佢哋嚟香港啊？惊佢哋搞事啊嗰啲咁啊？哦，好难嘅。而當區區議員仲直斥政府冇重視假難民問題的嚴重性，令到犯案數字不斷增加。我都成日喺公公度鬧啦，係咪？因為有好多人係咪趁住一個咩假移民嘅身份啊，或者點樣樣喺度犯案？我覺得政府真係要去做嘢咯，唔好話啲議員又鬧，立法會又鬧，又話要立法到今時今日都係唔做嘢嘅。咁我覺得今次好彩就係婆婆冇事啫。如果搶到其他嘅老人家或者整親其他老人家，咁我覺得依個於山何忍呢？咁政府應該係先覺，就唔係後知後覺咯。而立法會議員黃國興聯同報反協會人員亦都到場探望婆婆，佢仲話假難民湧港並唔係新鮮事，不過呢次嘅事件就引起各界嘅關注，俾到政府更大嘅壓力正視假難民嘅問題，以杜絕佢哋湧港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